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01面，倒数第五行，从尊者阿难等看起啊。尊者阿难等，唐宋一座阿难陀，略称阿难，以曰庆喜欢喜，又云无染，乃白放王之子，佛之堂弟也，生于佛成道之日。净饭王既闻太子成佛，又闻宫中诞子，更增欢喜，乃曰今日大吉，是欢喜日，于来始言是而当自为阿难。我们看到此地啊，尊者阿难，这个里有个等啊，等是等其余的，因为五种原译本里面列名最多的有30多位，这是夏老会稽的时候在里面呢取其重要表法的啊，其他的呢都省略掉了，所以用个等字。唐以宋以都翻作阿难陀啊，陀是尾音，中国人啊，特别是中国古人喜欢简单啊，把尾音呢都省掉了啊。你像佛后头尾音是佛陀也，把那个尾音也省略掉了啊。所以略称呢阿难，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庆喜欢喜的意思啊，也有无染的意思啊，他是白饭王的儿子啊，世尊他的父亲净饭王兄弟四个啊，每个人呢都有2个男孩啊，所以释迦佛的堂兄弟有8个人，堂兄弟当中他是老大，阿难是最小的啊，排到第8去了啊，是佛成道日出生的啊，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这个小弟就比他小了30岁啊，30岁成道。那么出生的这一天也是佛成道这一天啊，这个喜信呢报告到皇宫啊，净饭王听到太子成佛了啊，正果了，又听到宫中啊出生这个小的啊，这个小孩啊，就是佛的堂弟啊，小堂弟啊，他的侄子啊，所以非常欢喜啊，他就说了，今天是大吉，是欢喜日，告诉来人，这个小孩啊，应当给他起个名字叫阿难，就是阿难陀啊，欢喜的意思。又尊者端正清净，如好明镜，见其相者，闻其声者，读其威仪者，莫不欢喜，故以为名。啊，这个名是非常恰当。
阿难也是再来人啊，不是普通人。佛有32相，80种好，阿难有30相，啊，所以很不容易啊，端正清洁啊，如好明镜啊，这个明镜里面特好的。所以有人看到这个小孩，或者听到他的声音，啊，看到他的动作，啊，目不欢喜，啊，人见人爱，啊，这个小孩，啊，所以这个，他的大伯给他起的这个名字阿难呢，名实相符，啊，有尊者。随佛入天宫、龙宫，心无要住，故名无染。啊，出家之后，释迦牟尼佛曾经带他到天宫去看过，欲界天。啊，也到龙宫去看过，啊，大龙菩萨的宫，这个住处。无论是在龙宫，是在天宫，啊，他都没有染污，心地清净，啊，所以这个名号里头也有无染的意思，啊，佛寿55岁时，阿难出家，啊，那么阿难出家是25岁，啊。是佛25年，啊，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80岁，啊，外国人讲始祖年龄，始祖年龄是79岁，啊，那么他做佛的侍者25年，啊。25年照顾佛陀，啊，佛所宣说呢，悉能一致，不忘一字，这个在佛陀弟子当中，他是记忆力最好的，啊，理解力也特别强。我们在楞严会上啊看到，啊，世尊讲楞严经，他完全能够理解，啊，佛说的这个意思。同时，富罗那尊者证得四果罗汉。听不懂，啊，他能够听懂，啊，这就是说明他的根性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他传佛的法藏，啊，这个迦摄尊者传佛的禅宗，啊，教下呢。阿难所传的，啊，这个习能一尺，不忘一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当然是再来人。涅盘经上称阿难多闻思，啊，又迦摄赞曰：佛法大海水也。流入阿难心，故闻故曰多闻第一啊！十大弟子当中啊，他是多闻第一啊。等啊等者，位一中列31人，这个位康僧铠的本子啊，康僧铠的本子上首啊列了31人啊，而这个本子呢，在过去。流通最广，
在五种云译本里面，这个本子翻译的最完备，翻译的很好，所以大家学习无量寿经呢，都用这个本子。那么我过去在台中学这部经，李老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就是讲康僧铠的本子。他第一次讲呢，是用夏莲居老居士的本子，第二次是用康僧铠的本子。经汇本呢，仅列举其中上首五人之名，故曰阿难等，已开其余，其他的省略掉了，这都是表法的。阿难表在这个法门里头，表念佛就是多闻第一，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知啊！广学多闻呐，跟念佛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念佛能念到得念佛三昧，这是入定了，得禅定了。得到禅定之后，定功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这人会开悟。开悟了之后，那就是多闻。你没有听到过的经，你一听就明了，一看就明了，所以六根一接触就通达明了了，那真叫多闻第一。这个例子咱不说世尊这弟子当中，我们看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那是很好的例子啊。没去听过的经能大师不认识字当然不可能去读经但是他听你看第一个碰到的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大涅槃经的分量也很多有两种译本，一个是40卷，一个是36卷慧能大师在得到衣钵之后老师叫他去避难，去隐居到南方去他问老师，他说我到哪里去隐居，老师说你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在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听他读涅槃经听完之后他就跟无尽藏比丘尼讲这部经讲大涅槃经无尽藏比丘尼听到非常欢喜就捧着经本来向他请教，他告诉他，他说我不认识字，他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他说这个与识不识字没关系，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明心见性这个要紧，只要见性的，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心现识变的你见性了，那识也就没问题了，全通了。是从哪里来的？阿赖耶，阿赖耶还是心现的这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明白了他在那住了好几天呢，无尽藏经你念给他听啊，他就讲给他听了，居然
无心藏比丘尼就开悟了。啊，能大师一生在他手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一共43个人，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女众啊，比丘尼呀，啊，为什么？我们要晓得古人一句话：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他心清净。他这一部经，如果是念上个5年10年，他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就烦恼断了，至少烦恼缚住了，啊，烦恼不起现行了，啊，真遇到高人，遇到这善知识。啊，对你所受持的这部经，关键的时候点你一下就通了，一点就贯通了。啊，慧能大师没有读过经，啊，卖柴偶然听到有人读经，他在窗外。啊，听到里面读经的声音，听得很欢喜，站住，啊，多听一会。听完之后，到里面去敲门。啊，读经的这个居士把门打开，跟他见面了。啊，他就把刚才听的那个经的意思给他讲。人家一听了非常惊讶，啊，这是个老居士，啊，也不是凡人，啊，就接着跟他交谈，发现他，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善根真的深厚啊，不是普通人了，啊，就劝他。到黄梅去，去拜五祖仁和尚。啊，他把他的困难向他说了。啊，他家里个老母亲，每一天靠着他自己卖柴度生活。走了之后，老母亲没人照顾。啊，这个居士非常热心，啊，邀集了几个同修，啊，他送他10两银子，啊，作为安家费，你母亲有人照顾，他放心去了。啊，在黄梅8个月，没有进过讲堂，也没有进过禅堂，啊，老和尚只分给他一个工作。啊，到对房里面去冲米破柴，啊，这是他的本行，老本行。啊，叫他做去做义工，8个月。啊，传法的时候居然传给他了，谁都没想到啊。啊，传法得给晚上，啊，半夜3更，在方丈室，他们两个灵犀一点通啊，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大意，那肯定不需要书嘛。啊，我们估计不会超过2个小时。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开悟了。啊，这一悟全通了。
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都贯通了。你只要把佛的经典念给他听，他就会讲给你听。啊，岂不是多闻第一吗？啊，佛法里的传法秘诀就在此地。啊，可是你得有根底。你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我们这一代啊，可以说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啊，抗战以后啊，就是战争期间当中啊，从这个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佛门里面无论在家出家没有开悟的，这个话谭虚老法师讲的啊，早年住在香港，地贤老法师的学生啊，一生一世讲经的法师，他在香港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啊，我在1977年在那边讲过2个月《楞严经》啊，我一共讲4个月啊，后面2个月在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在光明讲堂讲了2个月。谭老说他一生当中没有听到人有开悟的，得定的有，像虚云老和尚得定得禅定啊，开悟的没听说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修禅连得定都没听说过了啊。舍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告诉我，从抗战期间一直到今天啊，是他往生之前呢告诉我，中国学密宗成就的三密相应的只有6个人啊，所以他告诉我，往后学密跟学禅没有法子，不能成就了。真正能成就啊，只有念佛法门。啊，所以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啊，就身体很不好。啊，他念佛，告诉我，一天14万声佛号。啊，专念阿弥陀佛，日夜不间断。啊，累了就是休息一下。啊，一天14万声。啊，走的时候也预知时至。啊，你看，学禅学密，到紧要关头，通通放下了。啊，只提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是老人家给我们做实现的
啊，我们生在末法，今天不是末法最后，末法还有9000年。这9000年佛法有兴有衰，啊，它是波浪形的。这以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今天衰到极处了。啊，真修行人有没有？我们相信肯定有，没有人知道有真修的。啊，怎么知道？如果没有真修行人，啊，真修行人有大福报啊！地球上这么多众生造业，他能够扛得起来啊！啊，地球不至于毁灭。这叫大福德的人啊，这些人我们不知道，在深山里面啊，没有缘，你遇到你也见不到啊。那么佛教将来还会写，啊，佛教的心，将来心的不是禅，不是密，是教。啊，教里面我们知道，可能最兴旺的就是净土。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就是受记。啊，现在人讲预言。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啊，相法时期戒律成就，这个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净土这样重要的经典，无量寿经是净宗根本的经典呢？啊，始终没有一个标准的本子。啊，这是自古至今呢，修学这个法门都感到遗憾。翻译是真多，啊，一切经都没有这个本子翻译的多。这个本子翻译12次啊，啊，从汉到北宋，啊，800年间呢，12次翻译，啊，但是这个译本现在留下来的只有5种，7种啊失传了，啊，很可惜，7种失传。啊，5种译本你合起来看，里面差别很大。所以古大德判断原本不是一个本子。从现在这个5种原译本来看，梵文原本至少有3种。这就断定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至少讲过3遍，这个3个不同版本。那么失传还有7种啊，那个7种如果是真能找到，可能发现的时候啊更多。啊，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
每一种真经经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啊，这个经至少讲过三遍，三遍以上的多次宣讲，说明这经重要，这个经难度。末法往后还有9000年，一切众生一生成就啊，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古来大德啊，就有意思要汇集啊，头一个汇集王龙书居士，宋朝人啊，第二个汇集前清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啊，夏莲居士是第三次汇集啊，因为汇集不容易啊，在五种云一本里头取舍是大学问呐、啊，编排也是学问呐、啊。啊，过去这个汇集本啊，在取舍编排都不很圆满，都有遗憾。啊，夏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功夫，啊，汇集整整用了3年，闭关3年，啊，整理出一个汇集本，啊，以后有7年的时间，做10次的山定，啊，最后的定本，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最后的定本。啊，但是他最初编出来的啊这个本子，我们还找到了。啊，最初的就是3年，闭关3年完成的汇集本。啊，这个本子我们最近要把它印出来，啊，留给同学做个纪念。啊，原本37篇，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本子48篇。没关系，序文里面所说的，啊，慈州老法师当年在北京讲过汇集本，在济南也讲过，而且还做了扩版，那是37篇的早年的本子，啊，不是现在这个本子。我们从这2种本子对照来看，知道夏莲居老居士真的是用了苦心了，啊，看出他的耐心，看出他的境界，啊，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啊，终于给我们编成一个圆满的经本，啊，编成这个标准的经本。啊，他讲过一遍，啊，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跟阿难一样，听老师讲过，而且还有详细的笔记。他告诉我，在文革期间当中啊，他笔记丢掉了，
写这个本子，完全凭着记忆，啊，参考了100多种的经论注解，啊，引用啊，在这个注释里面，啊，编成一本完善的经解。我们有福报啊，有缘分呢，今天能遇到，啊，非常不容易。啊，我跟这个经确实有缘分，一看到就欢喜，啊，非常欢喜。过去讲过10遍，啊，这是第11遍，11遍决定采取《无量寿经》的注解。讲他的注解，啊，我们对于经宗就有更深入的理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呢，他才能发得出来。啊，再没有疑惑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年轻人下定决心用10年的时间排除一切困难，困难上就是把妄念去掉，啊，专在一门上下功夫，啊，10年之后你就是世尊沉传净宗的弟子，啊，沉传净宗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乔成儒在这个地方表法，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呢，值得了，干别的都是假的，干这个是真的。啊，认真向刘素云居士学习，啊，他给我们大家带来信心。他是55岁才开始学佛，啊，学佛的时候，啊，也是缘分还不错，一个同修送他一套光碟《无量寿经》，啊，应该是99年我在新加坡讲的，啊，60个小时，啊，我讲了1个月，每天2个小时，那个时候是用卡带录的，啊，以后的变成这个光碟那个 CD， 里头没有影像。啊，他告诉我，他就学这一部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10年如一日啊！啊，每一天听经10个小时，他怎么听呢？就听一盘，就1个小时的袋子，听这一盘，听10遍。啊，工作再忙，至少啊也听4遍，啊，没有少过4遍的，一般时间每一天都是10遍。他的信心愿心从这生起来的，啊，信解行证他做到啊，经里面的义理变成自己的思想，经里面的教诫变成自己的行为，
他今年65岁，10年。你请他讲《无量寿经》，他都不要用经本，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一天8个小时、10个小时，他不疲倦。之前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呢。我是去年在台湾治牙齿，有一个同修送一个光碟，是个纪录片，媒体拍摄这个纪录片半个小时。就是刘素云这个观点。人家这个采访新闻，不是去采访他的。到他们那个地方，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得的是红斑狼疮，非常严重。怎么念佛念好了？觉得很奇怪，就去访问他，访问半个小时。我看到这个观点，我感到很惊讶，也非常佩服。他用功非常得法。学佛真的，他入境界了，他没有把病放在心上。每个人都替他担忧，他每天快快乐乐，每一天听这个听经念佛不中断。医生说他这个病没法子治了。好，没法子治就不治了，回家去念佛了。他念佛就念好了。医生告诉他，纵然好了，你这个脸上的疤痕是决定不会消失的。结果医生跟他见面，疤痕又没有了。他就问他，你查了什么药？怎么会连疤都没有？他说我没有查，什么都没查。跟他讲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买了2瓶雪花膏，擦脚擦了，没擦到脸上。这念佛念好的，医生相信。为什么相信？这个人一生不妄语，真难得。一生不妄语，还有一个好处，一生没有名利心。人家都是争名夺利，他对名利看得非常淡，所以我觉得他过去生中是个修行人。他有这样深厚的善根，他给我们实现的方法，10年就成功了。他这一部《无量寿经》成功，学习任何经典一点困难都没有。真的是佛法说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是好榜样啊。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佛法往后啊会很兴旺。我说这个例子一开了，那学习经教不难。只要一部经，好好的去学个10年，不就贯通了吗？你也想大家在一起学，我们办个佛学院，成立一个佛学班，那要大福报。我们自己有福报。众生还得有福报。众生没福报不能成功啊！所以因缘得来不容易啊！我这一生好几次缘分错过，无可奈何，我心里很清楚，没办法。第一次我跟星云法师的缘分，
四十年前，佛光山刚刚建立，这一个山上只有一个佛学院，东方佛教学院，他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当时学生130个。我的意思呢，是把这130个人分组，3个人一组，就分40组。每一组呢，专学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这40组就40部经啊，10年下来。不能说130人都成就吧，1/3吧，1/3就40个人了。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的专家。你说一部弥陀经学了10年，这个人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一个小组的时候，3个人的时候学普门品，学了10年，观世音菩萨再来的。选10部经。如果说是我们一辈子不离开佛光山，这些年来这么多这个弘法人才都是可以说顶尖的，谁一部经修10年了，都顶尖的，那真的是佛光普照全球啊！非常惋惜的。我这个建议星云法师没有采纳，他告诉我这不像学校啊。我当时告诉他，学校未必出人才，但中国这个土办法是真出人才啊。为什么呢？我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10年，就是老办法修的啊。李老师是用教私塾的方法，有效啊！一部经一遍讲完了，学第二讲第二遍，二遍讲完了讲3遍，绝不用同样的讲稿，每一遍自己都要认真去预备，10遍基础就打下去了，那10年讲10年。至少要讲40、40-50遍呢，熟透了，古人所谓的熟能生巧，哪有不能成功的道理了？你再要能把4个根扎稳，佛法兴旺起来了，又会回到盛世了，这透个缘分。很遗憾，我就离开佛光山了。第二次的缘分，韩馆长往生了，他在往生前，我们就有这个预备了，想开办，带领20-30个同学来专修。没有想到他走了之后，他的儿子对这个没兴趣，我们也觉得自己的福德因缘不足，这第二次我们也失望。第三次是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的居士里，我们首先做实验，开短期的3个月的，这个班教了5期，很有成绩，我们信心足了，
想办长期的佛学班，啊，3年到5年，啊，那又有一个有人在当中破坏，我们不能不离开新加坡。啊，我们不能怪任何人。啊，这是佛法的缘分。啊，佛法缘分应该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凡夫俗子。啊，到澳洲，我们到澳洲啊，明年就10年了。净宗学院成立10年，这修学环境稳定了。啊，可是居住在里面的同学，无论出家在家，没有依教奉行呐。啊，现在能不能管教？不能。现在这个时代，大时代，大环境是民主、自由、开放。啊，我们只能劝导，不能过分的要求。啊，劝导大家专攻一门。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劝大家扎3个根、4个根。啊，他们也在学。学杂了，没有学一样。如果学一样啊，10年肯定成功，不会在刘素云居士之下嘛。啊，所以刘居士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只要真正学，有一套光碟，有一套录音带就行。啊，真正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不怕吃苦，个个成就啊！啊，刘素云居士的长处，能吃苦。能持戒，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他都做到了。我在光碟上听他讲，啊，他一个好朋友，他请好朋友吃饭，就一个菜，啊，豆芽炒干丝就一个菜。他朋友说：“你请我来去吃这个。”是啊，他这够吃吗？不够吃就多炒一点，还是个菜，是还是个菜。你就晓得，平常人家吃饭就一个菜，简单呐。不浪费时间呐。啊，最宝贵的是时间。啊，不能吃苦，不行。啊，持戒吃苦，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是成功的秘诀。啊，护持正法久住的秘诀。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我们接下去看底下这段文，二为上首，坚称首座为上首。啊，现在佛门里面称首座和尚
为上首。各经中啊，上首人数不同，例如称赞净土佛舍受经，与大比丘1255人列舍利弗摩揭连、大迦叶、阿尼勒陀等4人为上首。金经呢，则乔称如5人等为上首。是呢，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至大尊者中之上首。这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称赞净土佛舍受经就是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有16位尊者，列的有16个人名字。玄奘大师翻的只列了4个人。那么这是翻经人。我们晓得弥陀经的原本，鸠摩罗什翻的跟玄奘的翻应该是同一个原本。这个里面的意思就大同小异。那么这是声闻中的上首啊。声闻中皆是大阿罗汉，那个大字大比丘大阿罗汉，那个大字是个关键，大什么大乘。小乘阿罗汉是小乘四果，大乘阿罗汉呢是化云地的菩萨。因为阿罗汉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学，就是他所学的课程学完了，毕业了小乘无学这称阿罗汉，大乘无学也称阿罗汉，阿罗汉就无学的意思但是大乘无学了是十地菩萨，化云地的菩萨称大阿罗汉所以这是大乘经，你看到大阿罗汉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我们接着看底下，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句这个句子本为菩萨叹得这个两句话原本是赞叹菩萨的，如密集金刚力士经云，于大比丘众42000俱，菩萨84000，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是参考佛在其他经上呢所说的，说经此经中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以赞声闻底下的话要紧了，正表此等常随身众本化身大士，引本垂极这些人什么人呢？中国古人所说的，说得好，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跟唱戏一样，这一个人唱主角那其他的配角，没配角这个戏就唱不好释迦牟尼佛语言成熟了，他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唱主角那配角呢配角可能是他的老师，可能跟他一样的，都是成佛，古佛再来真的大乘教里面佛跟我说出来了，舍利弗摩揭连久远界就成佛了这是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
到这来的，临时扮演一个角色，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真的是大神呐，都不是小神呐。那像等觉菩萨、释地菩萨太多了。啊，所以这一会呀，哪里有凡真的凡夫呢？啊，还有佛当年在世的护法，这在家的居士也有很多诸佛菩萨再来的，啊，弘法护法了，都是内行人呐，不是内行人不行。啊，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当时印度这个地区，这个居民福报之大，感得诸佛菩萨降临，啊，为众生宣说妙法了，啊，特别是这个法门呢，戒引大众。一生圆满成就，啊，这法门到哪去找啊？所以这些本来法身大士，就像《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他们引本啊，自己本来的国位。隐没了，啊，锤击是表演，啊，在舞台上扮装一个角色，啊，隐本锤击，或者呢，他方甚众，祝福弘化为影响众，这个也有，啊，他方世界的佛。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实现成佛，也来凑一场热闹，啊，来扮演一个角色，啊，扮演什么角色不一定，啊，有扮演出家比丘的，有扮演在家菩萨的，没一定，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呐！啊，这叫做影响众。一切大圣呢，这直其本地，本是究竟菩提之人。这个究竟菩提，已经证得妙觉位的了。啊，华严经，菩萨最高的这个位置，妙觉，比等觉还高一级。啊，这究竟菩提，啊，神通已达者，这是全集神通变化。啊，他在这一会里面。他是声闻的身份啊，你看看前面四个是证得阿罗汉地位的，阿难是粗苦须陀洹啊，这是表演的角色不一样。游戏神通啊，来此土啊！啊，他们这些人跟娑婆世界众生都有缘，没有缘的不来，都有缘。啊，所以众生有感，他们全来了。啊，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故知所列之声闻中，皆是大权实现。
助我世尊开显净宗法门也。这个意思一定要读。啊，所以读经，你不能不了解全实，不能不了解影现。啊，影本现即，这个垂即就是现即。纵观五圣，啊，这个个别介绍完了之后，这在后期来讲。我们看前面这五位，了本际，这是乔生如存者，为了知其久远之本际，故熟练之。啊，了是明了。本际就是本性，啊，了本际就是我们中国一般人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见性是真佛了，不是假佛了。啊，见性之人，他脱离十法界了。啊，在十法界界限里面，那没有觉悟，没见性呢，见性就脱离了。他还留在十法界，那就叫大权实现。啊，就跟这些人一样，引本垂机。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大乘经上佛常说，相随心转。境随心转。你那个心一转，他就是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的身相。大乘教上我们看到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32相80种好啊。他居住的环境，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不是秽土啊。啊，那这些见明心见性的人，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看到他好像跟我们一样嘛，没什么差别呢，不一样。我们肉眼凡夫看佛菩萨都是肉眼凡夫，那佛菩萨看我们，通通是佛菩萨。哎，个人看法不一样啊。啊，为什么？诸佛菩萨看我们自信的，你自信是佛，我们看佛菩萨是不见他的性，只见他的相啊，着了相啊，啊，所以他跟我们凡夫没两样啊。啊，每一天吃饭，这个到外面去托钵，你要给什么吃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没法子理解他了。啊，他在外面吃了个多饭，这个饭不是很好吃的，啊，可能是乞丐，人家乞丐到外面吃了一点东西。但《阿含经》上常常有啊，这饭什么馊了、坏了、臭了，啊，乞丐很可怜，讨了这点东西。看到佛，佛有福报啊，这个托了一波饭供养佛，他修福啊，啊，佛也很欢喜，当面把他吃掉，给他祝福。那这饭一般人吃不下去的，啊，佛能吃下去，佛吃的是什么味道呢？天厨妙供。
为什么？境随心转了。乞丐那个心是染污的，他肮脏啊。到佛的时候，佛身心清净啊，他那个东西就变成最好的东西。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神通妙用。那、啊、我们看到佛住在这个坐在菩提树下，底下菩提草在那打坐。啊，菩萨看到了不是的，上面有宝盖，下面金刚宝座。啊，佛的身相不是32相，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他看到这个，境随心转。相由心生，啊，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得多了，逐渐逐渐体会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是乔成如尊者，代表明心见性。在这个经上，那就是这个经是一生明心见性的经典。那我们这一生确实没明心见性，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了。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列在第一位，让我们升起信心啊，对净宗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身子智慧第一，身子是舍利弗。表弥陀之佛智，不思议之，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这深广无涯了。啊，这代表是什么？代表自性本具的圆满般若智慧，在哪里？在这一部经上，啊，我们要想把自己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开发出来，啊，这经就是有个方法，啊，这个智慧正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里面讲的五种智，是如来本具的智慧啊。啊，说如来就是说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里面本有的。这五种圆满智慧，这五种智慧留在后面经里面再讲啊，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加以这个注解啊，后面有。莫莲之神通，第一，显游戏神通之誓愿。菩萨在因地里头都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要度众生，你没有能力你就度不了，有智慧还得有能力啊！能力在此地显示的就是神通，神是没有障碍。
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这神通，通是通达，啊，合起来，无障碍的法界，啊，你才能够普度众生，才能把你因地上发的这个四弘誓愿，你能做到。啊，在这个六道，在十法界，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你能现什么身？啊，现身无碍啊！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觉悟？啊，这就用什么方法？身不是一定的身，法也没有定法。活活泼泼啊，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啊，菩萨现身，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他自己没有身啊，众生喜欢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众生希望。佛来度他，或者是菩萨来度他，他就随着你的希望现身，啊，你欢喜嘛，这就容易得度，啊，不欢喜就难了。啊，大隐光，这是迦叶尊者，大迦叶，啊，先。弥陀殊胜光明，无不照见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两句话是世尊对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啊！我们知道佛佛平等啊，在平等法里面，世尊对阿弥陀佛还这样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大隐光过去啊91劫之前以黄金供养佛啊，给佛的像啊贴金的，感得91劫的金色光明啊，取这个意思啊，显示阿弥陀佛殊胜的光明啊。又迦叶是宗门初祖，阿难为二祖，在禅宗里头啊，禅宗是释迦牟尼佛传给摩诃迦叶的啊，迦叶尊者再传给阿难，阿难是教下的初祖，禅宗的二祖啊，奥六乔成儒表当人本际，本际本性啊，啊，代表我们自己的本性。舍利弗呢，表众生本具的智慧。啊，经上讲的5种圆满智慧。啊，目连即众生本有的神通，你看，通通是回归到自性。啊，银光表灵光都要迥脱根尘。啊，这两句话是禅宗的。啊，灵光就是自信的智慧。啊，根是六根，尘是六尘。啊，迥是圆，
远远地脱离了六根六尘，这就是超越十法界了。庆喜表庆快生平，心心相接。遇到佛法欢喜，信受奉行欢喜，证得无上菩提欢喜，念念相继，正法常住世间呐，永远不断呐。释迦牟尼佛法运终了的时候，这12000年呢，实在讲时间并不长啊。12000年佛法宗旨没有了。下面一尊佛，第五尊佛，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什么时候下来呢？念了这个注解上也有，57万6000年之后，弥勒菩萨才到这个世间来成佛。现在就有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掌天盘了，已经说那是假话，那不是真的。没这个道理。时间怎么算法？算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这时差很大了。斗率天一天，人间400年。一年呢也是像我们一样，因为它算圆周嘛，度数嘛，360度，360天，一年。它的寿命多长呢？4000岁，斗率天的4000岁，你慢慢去算吧，算出这个时间和我们这个时间是57亿6000年。那个时候才来，这当中很长的时间没佛法。没佛法人很苦啊，是吧？所以佛慈悲到极处，没佛找个代理的佛来，有个代理的佛。这代理佛是谁呢？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度众生比佛的时间长多了，释迦牟尼佛度众生才12000年呢。你看看地藏王度众生要经历多少时间？凡是佛不出世，通通地藏菩萨代表。所以地藏经一开头，你看那真热闹。这个经比不上，华严经也比不上，十方一切诸佛都来了，都来参加法会了。为什么？那些十方诸佛过去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不忘老师的恩呐，老师今天开法会怎么能不来？成了佛要来，庄严道场。所以地藏发挥了个庄严，是无比的殊胜的。故知一部大经，正是复法传心。这4个字重要。我们今天接受的这个经本，就等于是释迦牟尼佛
把无上的妙法传给你了。啊，这个护法是阿难，传教的，啊，传心的，就是禅宗的迦叶尊者。啊，这一部经给你，法跟心都传给你了，这就是宗门教下了，通通都传给你了。一句名号啊，直显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什么？常寂光啊，无量寿啊！啊，这句名号在《弥陀经》上，佛说明它的表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光是常寂光啊。无量寿是不生不灭，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说的，何其自性本无生灭，啊，本无生灭是无量寿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谁认识？念的人很多啊，不认识啊，真正认识了。你就会死心在这一句佛号上，你真的是万缘放下了啊！这一句佛号就是你的本性，就是一切如来所说的经教啊！这个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得很清楚啊，一点都不假了。说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分析。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无量无边众生，说无量无边的佛法，最后总收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总结了。于此见得，实称待觉之护啊！这是祖师戒引禅宗的学人一种善巧方便，要晓得。啊，祖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像是永明延寿说的。啊，对的，《四了解》里面讲的，永明延寿大师，禅宗里头大彻大悟。啊，回过头来专修净土，专念阿弥陀佛，他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啊，净宗的六祖啊，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你看，先那个时候禅风非常兴盛嘛，啊，瞧不起修净土啊，他来做表演啊，先修禅，禅里面大彻大悟，再修净。啊，这个意思告诉人什么呢？净比禅还殊胜。啊，怎么可以轻慢呢？啊，所以他劝那些修禅的人，有禅有净土，犹如待觉护啊！啊，你修禅再修加上净啊，那不得了！本来是老虎，老虎长了角了。劝学禅的人知道他不是禅宗的根性，他迷在禅里头啊，
他开不了悟，啊，他也得不了定。用这个方法来引导他，戒引他，你叫他直接写禅啊，来修进，啊，他不甘心，不情愿，啊，他不能接受，啊，用这么一个善巧方便，啊，劝导他来，而且自身呢做榜样。啊，于此见得，那就像中峰禅师啊，你看中峰禅师给后人编了一套三时习念的法本，那是他的编著啊，啊，他里头有一句重要的话。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迷，你就见有生有灭。悟了之后，就不生不灭。啊，迷悟不同的一个境界，境界没有迷悟啊，迷悟是我们自心的，啊，那么事实上没有生命，啊，所以这是祖师大德劝导我们，但当莫知念去，便是无上生禅。无上生禅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一心持名，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即是无上深妙禅，好像也是在大寂经上讲的。无论定持善念，决定功不唐捐。啊，定持就是定课。啊，善念不是在定课上，随时念佛。这个善念不是散乱心，啊，散乱心念佛不行，啊，要一心，啊，要恭敬心去念佛，啊，这个善就是止，不是定课的时候，啊，我们定课是早晚课，不是定课的时候，啊，一切时一切处，佛号不中断呐，啊，这叫善念呐，啊，决定呐。功不唐捐，啊，这些话都是老居士从经文祖师大德语录里面揭露出来的，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本经先列声闻后丈菩萨，丈是显示出来，啊，先声闻中，后面是菩萨中。正如《佛地论》第二，这第二卷，啊所说的，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中者，尽对世尊亲授化故，啊，又诸声闻呢，常随佛故，形同佛故。是故注经都是先声闻后菩萨，啊，这是讲这个表法的这些大众，啊，他们先后顺序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声闻，
时没有开悟的学生啊，虽然得定了啊，阿罗汉是得定，九次地定证阿罗汉果啊，没有大彻大悟，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知道他只是把见思烦恼断了啊，大乘经上常讲六道里面三界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正小乘出苦须陀洹，再把见思惑啊，思惑是八十一品，分配在九地啊，每一个地是九品。九九八十一品四惑啊，四惑断尽，四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五大类啊，所以这个疑啊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啊怀疑，对什么来说的呢？对圣教来说的啊，你怀疑释迦牟尼佛，怀疑佛的经典，怀疑佛的教诲，还有一个怀疑自己啊，自己造作的罪业太重，我这一生能成就吗？这个念头都在疑这个词里头啊，这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啊，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啊，这三界八十八品统统断尽了，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六道好像做梦啊，你这个一断了，梦醒过来。啊，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四圣法界，还在梦里头，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那从六道出来之后，从梦里头那个梦醒过来了啊，还是个梦啊，还得要把这个数量就很多了。啊，《华严经》上讲的分别，分别，比执着要轻啊，但是很难断。为什么呢？它太多了。你看这分别念头。前念灭了，后念生。分别叫做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太多太多了，起心动念都在分别。啊，分别烦恼断了，这是菩萨了。啊，所以在四圣法界里面，我们知道声闻断见思，但是有见思的习气啊。辟支佛呢，把
见思习气断了，他有尘沙烦恼啊，他把尘沙烦恼断了，他就成菩萨了，又升了一级了，他有尘沙的习气啊，尘沙习气断掉了，这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十法界最高的位置了啊。虽然成佛了，他有无始无明烦恼啊，就是起心动念，他必须把无明烦恼断掉，不起心不动念了，这个时候真的醒过来了，四圣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啊，所以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 啊十法界没有了，它出现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啊，为什么叫一真？这个法界里头没有变化，十法界里头有变化，这法界没有变化啊？为什么？没有分别执着，变化是从分别执着产生的啊，连时间空间都是变化，所以到一真法界里面，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一真法界，极乐世界哪里？就在此地啊，阿弥陀佛成是什么时候成佛的？就在当下，时空没有了啊，这叫真成佛了啊！天台大师讲，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啊，超越十法界呢，真的分证即佛。分证分证，他没圆满，为什么没圆满？起心动念没有了，就无始无明没有了，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有。好，这个习气啊，不好断了，不像前面，前面是见思的习气、尘沙的习气都好断，啊，都有对治的方法，唯独无始无明没有对治的方法。你一有方法，一对治的话，马上落到妄想分别之处，你全都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古大德讲是无功用道，就随他去吧。啊，绝对不要去理他，绝对不能够起心动念。啊，这个习气呢，慢慢自然就淘汰掉了。啊，得要多少时间呢？经上讲，三大阿僧祇劫就没有了。啊，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是对什么人说的？不是对一般人说的。一般人说无量劫，对化身菩萨说的，就是圆教初住啊，你哪一天明心见性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从这个时候算起啊，要经历三个阿僧大劫啊，阿僧祇劫，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佛说有41个阶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等觉41个阶级啊，这41个阶级从哪来的？从无明习气后波，从这来的啊，无明习气没有方法能断，你一有方法，你看你一定起分别了吗？起执着了，你就往下堕了。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起心动念，那个境界里确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41个位次平等的，不但41个位次平等的，跟究竟佛果就妙觉位也平等，真平等
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初住菩萨刚刚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有能力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他能应，应以佛身得度，他就能现32相80种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就能现佛身。啊，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能现佛，他什么身都能现。啊，他什么法都能讲，他没有障碍。啊，跟妙觉位有没有差别？真的是没差别。啊，你看在起用上，啊，自性化的没有障碍，啊，唯独不相同的就习气没有完全脱掉。啊，所以有一真法界。啊，那个境界里面，你得的身相永恒不变。啊，也就是说，他没有生老病死，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有变化了，啊，那个世界里都没有，啊，树木花草没有什么春生夏长秋收，没有，啊，花永远是那么茂盛，永远是那么美丽，啊，永远是那样的芬芳，啊，山河大地，它东西都不改的，永恒的，所以这一真，它没有变化了，啊，所以要知道，变化是从我们心，我们心有变化，外面境界统统有变化。所以人入定的定中啊，没有变化，定中的境界呢没有变化，所以定中能够看到过去，能够看到未来啊，因为你没有变化，你可以看到外面境界的变化啊，但你没有时空了，你可以到过去，你也可以到未来啊，所以定法神通啊，啊，就是你的德能透出来了，啊，的本能透出来了，啊，那么那个一真法界是真的吗？其实不是真的，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啊，是什么呢？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哪一天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这个境界不见了，啊。不见之后，什么东西现前呢？常寂光现前了。常寂光是自己的本性，完全回归自性。啊，常寂光，这里面你看不到物质现象，你也看不到精神现象。啊，一片光明。啊，所以经里头有4个字形容它：大光明藏。啊，这常寂光啊，啊，慧能大师他讲的6句话，那个境界是什么？是常寂光的境界。幕后一句话是讲的法界虚空界的境界。啊，你看前面讲的。第一句，本自清净，没染污啊，自性没染污啊。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头，甚至于都在三途里头，有没有染污？没有，自性永远不受染污。染污的是什么？染污是阿赖耶。啊，特别是莫那。莫那叫染无意，
啊，所以自性没有染污，自性没有生灭，本不生灭，啊，那才是自己啊，啊，是自己的灵性呐，是自己的本性呐，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话叫隐，他具足，他不显。具足什么？具足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他本质就是啊，本无动摇，他从来没动过。啊，动就起现象，不动没有现象。啊，所以法界从怎么来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阿赖耶。啊，无明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从业相就变现出一个转向，从转向就变现出一个境界相，这叫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个转变速度太快，啊，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就是多少个业相呢？啊，业诸位要知道，业是振动。现在科学里面讲的振动，就是动。啊，我们这个一念，这一弹指，有多少个振动，这个频率呢？啊，他告诉我们，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单位，百千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你看，一弹指320兆。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啊，每一个念它都有一个物质现象。啊，你在一弹指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现象，它是。320兆亿的念头，那个形象累积在那个地方。哎，科学家用显微镜看到了。啊，那要是你看到一秒钟，它存在的一秒钟忽然没有了，那一秒钟是多少累积啊？啊，我想谈得快的可以谈五次，谈五次就是1600兆。你看1600兆的累积，让你看到一秒钟这个现象啊，一秒钟就没有了啊！你科学家能看到的，科学家没有办法看到啊！一秒钟里面1600兆的那个他看不到。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我们确实很佩服，啊，他能够在一秒钟当中看到这个东西，啊，他知道无中生有，啊，生了马上就灭掉了，速度太快了，啊，转向就是信息，科学家讲的信息，啊。业相就是能量，这个波动是能量啊，境界相就是物质啊，所以他科学家说，这个量子科学家，这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除这三样东西什么都没有啊。那么在佛法里头，法相为实。这些大师们啊，你看他们说宇宙当中什么都没有，只有阿赖耶啊，也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是唯识，唯独只有识，识之外全是假的啊，就像万花筒一样啊，万花筒有什么东西？哦，有三块
不同颜色的碎片啊，转动呢，这就是能量啊，就是能量在转动啊。你从转动里面去看的时候，哎呀，无量无边的图案出现了啊！真正懂得哪有那么多？不过就三个不同彩色碎片而已啊。我们今天就是看到整个宇宙的一真庄严，就是它在动啊，它要不动的话就变成三样东西。量子科学对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按照中国的纪年，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3000呢，中国人说的是3037年啊，佛灭度到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阿赖耶，说明法相中所讲的一点都不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